女生宿舍在宿管阿姨的管理下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是谁？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你猜猜我是谁？咦，我猜出你是谁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出去，我出去！快走！怎么办？这酷宝阿姨是真难对付。哎，你不有那些迷妹粉丝吗？你不让他们帮忙帮助咱们就完了呗？让他们帮忙，那我召唤一下他们。召唤吗？为了防止宿舍被破坏，为了维护宿舍的和平，出来吧，迷妹！存有力量吗？我是希瑞，你召唤得了，整那玩意来，我们想进这个宿舍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去？我们就用经常用的那一招吧，咱就他们四个负责跟宿管说话，然后我呢就偷偷把你俩拽进去，行吗？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想到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笨，笨。对，走。阿姨，回来了。等那个宿舍，我看看，6号楼332。好，我记一下。波，你在干嘛呢？有点痒。那个娜娜帮我拿张纸巾呗。谢谢。进来啊！快快快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是千辛万苦啊，才进来呀、火锅啊！火锅，火锅，火锅！不不不，太香！去洗手。去洗手，吃饭前先洗手。我知道，洗手洗手。哎呀，一样的，先吃点。来，你大家多抓点啊！你别动，我来。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做事儿。那我给你们抱点水果啊，水果啊。来，哥，吃这个啊，谢谢。有没有点别的？味道咋样啊？小波，你八万橘的味道真是不一样。就喜欢吃那，就喜欢吃这个味道。对，他刚抠完脚，啊，还刮脚毛。我喜欢。吃，阿姨，
啊，那个刚才有两个男生跑女生宿舍去了。啥时候？就刚才呀。你看见了？啊，我快去看看去吧。你坐这儿，你给我看着啊，男生不能进来啊。啊，行。好学生，看好啊。来，欣欣，你多吃点欣欣。不。哎呀！我起来！等一会儿的，我就，等会儿我帮他包，等一会儿。开门呢？老师，我正在穿衣服呢，老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我呢，李博。你有本事闯进去，你有本事开门呢？开门呢？我知道能在里边了。你有本事闯进去，你有本事开门呢？开门呢？阿姨好。哎，阿姨，干啥了啊？我敲了那么长时间门，咋不开门了？刚洗完澡，然后刚穿上衣服。哦。这屋里边啥味儿？一股火锅味儿了。阿姨，那个我太想吃火锅了，然后我就买了一瓶火锅香水。哎，那你出来的香水？哎，行，好。那这是啥？阿姨，这个特别适合你，超级适合你。这个吃完了特别滑溜，特别顺滑。你看她怎么身材保持的那么好，她便秘。我也是啊。哎呀，老师，你看你便秘这满脑袋都长痘痘，长可多痘。拿着，你吃这个。这不好吧？我自己买。拿着。阿姨，谢谢。阿姨，等会儿啊。起来。那是啥啊？我要说它是我的洗脸盆，你信不？洗脸盆呐？就因为平时我脸太大了，买的有时候宿舍不是没有热水吗？倒点热水进去，然后它自己会就是像暖宝宝一样自动恒温，自动恒温。这是啥？这是我的床，站一边去，站一边去。啥呀？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是安静的剁条鱼。哟嘿，真的呀，还挺有艺术气息了哈。啊，这画叫啥？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这还挺有质感了哈，这皮肤还挺有弹性的啊。我别装了，锁好，给我下来。我是想安静的剁条鱼。快点的。我下楼。爸，恁俩啊，打扫走廊一米呗，听见没有？没有，听见了。